邻居家的妹妹，你最近很忧郁，一个人躲在房间偷偷地哭泣，整天待在家里不愿出去，那快乐的你丢在了哪里？原来你爱上个男人，高大又帅气，爱得纯真，信了他的甜言蜜语，付出了所有的真心真意，他却背弃你，狠心的离去。林妹妹爱上了贾宝玉，只怪当初把爱情想得太美丽，放下过去，你要学会忘记，何必为那负心人苦了自己。千里。